情发永无在意，花开花落在你身边，做这是今生的誓言。太久帮我看看我的身体状况。哎，小丫头啊，你被人家控制了，你也是这个地方出毛病了啊。对，我对不对啊？精神分裂。我告诉你，你们记住了，有时候被人家控制自己都不知道的。我告诉你啊，魂魄一没有人就完蛋了，明白吗？ 我没有魂魄了。有，我不是说你我说你的魂魄被人家控制了，听得懂吗？经常被人家控制，你耳朵，你有一个耳朵经常会听到一些怪怪的声音啊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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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听得懂吗？听。还有，你经常会感觉到有人跟你说话。嗯嗯。听得懂吗？嗯嗯嗯嗯。还有，他经常是晚上过来，所以你晚上精神很好，白天精神不好。对对对。那小姑娘你要注意啊，你的前世，你的毛病是前世得来的，你的前世曾经让很多人走入一条死路，有两个人过世了，这两个人现在在找你。那我像走到沙漠一样，你有没有做梦做到过很宽旷无际的沙漠呀？没有。没有是吧？嗯。啊，你就是把人家带进沙漠之后，有两个人死在那里，这两个人现在找他，所以你有两个声音在你耳朵里讲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对对对对，哎，哈谁雷啊？卢台长哈谁雷啊？你现在明白了吗？嗯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注意，他一个是站在你的肾上。肾脏是药非常不好。对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你的妇科也不好。对对对。嗯。第二个，它在你的脑子和脖子上，你的颈椎非常不好，头经常痛，眼睛看东西时间一长就模糊。对对对。嗯，明白了吗？你现在一个要给他290张，还有一个要给他320张。哦，记下来。好，明白吗？小姑娘，台长要救救你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小菜一碟，你根本用不着，你不会变神经病的。台长叫你这些经念下去，再放生5000条鱼。5000条鱼。我的妈！我感恩大慈。慢慢放呀，慢慢放呀，明白了吗啦？我又不是叫你明天就买5000条放掉，听得懂吗？嗯。5000条鱼，5000条鱼，你看就他那样，还有人喜欢他呢，对不对啊？你看你边上的佛友都点头了，听得懂吗？就他那个样，穿像日本阿童木了。好了，告诉你啊，你爸爸妈妈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心脏不好的。对，我妈妈。嗯。所以你的心脏很不好，听得懂吗？听懂。嗯，其他没什么了，你好好的把经念完就没事了。要念多少张小房子给妈妈？你妈妈走掉了？没走。活着呀。心脏不好。哎，心脏哦，你现在又叫台长帮你看你妈啦？不是。妈妈，你给他念85张就可以了。嗯，好吗？嗯，哎，你妈妈跟你不像，哎，你像你爸。啊，对对对，都你说太对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讲到哪里，我就能看到哪里。好嘞，嗯，傻姑娘，教你个方法好吗？我打胎的孩子还在不在我身上？你打胎的孩子是吧？嗯。你几几年属什么？我是82年属狗的。嗯，怎么会走掉的？你念过经吗？念过。哦，怪不得走掉了。哦，谢谢。
但是你脑子里这两个啊，沙漠里两个不要忘记啊。啊好，我生打胎的孩子走掉了。啊，我生文成功了没有？我以前的原名叫张琳，现在改名为张浩淼。好像你生文生了没多少时间。嗯。嗯。好了，成功了。啊，谢谢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。